字节跳动是一家科技公司，公司旗下运营一系列成功的用户产品、企业应用及服务。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涵盖信息、教育、娱乐等不同的领域。公司发展的原动力得益于我们强大的工程师文化以及对高效、优质用户体验的专注。 Flutter， Google 发布的多平台 UI 框架，是我们公司当下的多平台开发战略核心。 Flutter 的性能和质量与原生框架一样，甚至更好，这让我们非常兴奋，立刻全力投入开发。我们从最初的几个应用开始，逐渐发展到现在的90多个应用，面向包括移动端、外部端、桌面端以及嵌入式设备等多个平台。这些应用全部由字节跳动的800多名 Flutter 开发者和 Flutter Infer 团队共同支持。我们致力于推动 Flutter 在字节跳动的深度应用，并对核心框架做出贡献。极客错题打印机和极客阅卷打市场搭载的应用都是使用 Flutter 开发。 Flutter 的 Hot Load 特性让工程师可以高效调试代码，快速将 UI 设计师的想法变为现实。另外，借助于 Flutter 的 FFI 能力，可以直接调用 C++ 层代码，提高与硬件交互的效率，同时实现端上深度学习模型的部署。目前已经有超过200所学校正在使用搭载了这两款应用的智能设备，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。字节跳动最有趣的 Flutter 外部应用之一是 Alchemy。 Alchemy 是一款服务抖音内容创作的内部工具，为 PGC、UGC 用户提供方便有趣的素材生成工具，并批量产出受版权保护的设计素材。字节跳动还有不少由 Flutter 支持的多平台移动应用。抖音火山版是一款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的应用，人们可以通过分享短视频来展示他们的爱好、技能与日常。我们还有一套为企业提供协作工具的应用 Lark。 Lark 是一款支持协同办公的一站式应用，通过音视频会议、文档共享及一系列项目管理与能效工具来支持即时通信。整个 Lark 的生态系统全部适用于 iOS 端、 Android 端、 Web 端与桌面端平台。总而言之，Flutter 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超高效率，与原生双端开发相比， Flutter 为我们团队节省了大约1/3的时间。我们希望在未来可以用 Flutter 创造出更美好的多平台本地化应用。